Yo, welcome back to my Food Rock Channel. 你好啊，我是 Edmund 昌少，大家好嘛，早晨。OK， 今天我是翻翻老嚟半山巴啦，因为后面就是黄尾鸡饭斜对面，系咪？有一间茶室，我嗰日食咗无啦啦食咗去嘅鸭沙叻沙，我真系得，因为我好少介绍鸭沙叻沙嘅，所以今天咪就开个机拍一拍，俾人知道有一间鸭沙叻沙，仲有佢嘅虾面都系好正啊！我就睇下依间嘅鸭沙叻沙喺边度先 ，Let's go 咩？今日廿三廿三系咪？今日廿三廿三。廿三廿三啦，今日有三廿三，有鸡排骨，有清汤软粉，咁啊，跟住有 special 虾面。啊，虾面廿三廿三，仲有鸡排骨啦。OK， 咁你而家廿三廿三系拜几咗啊？拜二拜四。廿三廿三系拜二拜四，然后系一三五六。一三五六啊，今日有呢个。OK， 帮我整一整先。OK。不過好彩我隔離有 friend 同我一齊食，咁我可以 share 下，又可以食到阿三辣沙啦，仲有去蝦面啊！我真係好似冇咩介紹阿三辣沙啊，檳檳仔啊，咁咖喱麵啦，我係專食咖喱麵啊。但三辣沙係咪真係要去到檳城啊，至食都爽啲喎？但係咪喺一間我真係食到，好接近檳城嘅味道，我唔敢講係咪先，你哋可以過嚟試一試。然後最緊要係佢嘅魚肉係咪俾到好大嚿嘅？因為我最屘問老闆啊，做乜你哋嘅魚肉可以咁大嚿嘅？因為我哋平時食阿三阿西嗰啲魚肉係打散嘅嘛，散散嘅嘛，咁到好多人睇到，做乜冇肉咁樣，所以價錢可能貴少少，細嘅19.5，大嘅10.5，所以我覺得個份量係 OK 嘅咯。OK， 假如係阿三阿西嘅話，係拜二同拜四有嘅啦，然拜一三五六係蝦面咯。所以有時候咪你嚟到又食唔到蝦面，你可以試下去阿三阿沙都係 O K 嘅。蝦面我係未試過，真係阿三阿沙之前食咗真係我會翻尋味，但可以開機拍拍。有一間喺住喺黃尾嘅斜對面，就係一間茶餐室，佢有埋佢嘅阿三阿沙咯。我帶條我 friend 過嚟食下，佢都講好接近檳城嘅味道。OK， 食嘢先。哇，真係啱啱好。你個真係會朝頭早會開胃啊！真係酸甜酸甜，真係。平時我哋喺檳城都食五六溝碗啊，即係而家加多三溝 KL 咁嘅價，即係料多，我覺得粉多，我覺得依個價錢係 OK 嘅。所以試下蝦面，哇！真係我好難得喺 KL 啊揾到個好食鴨生辣沙，或者你哋邊度有好正嘅鴨生辣沙都可以留言俾我，可以過去試下。因為開始我好少介紹鴨生辣沙，可能我之前冇太過愛啦，或者太過好啦。所以今天是難得可以吃到一間不錯的三辣沙，最重要是它的肉魚肉啊，給得很足，給得很夠，所以真的可以強力推薦在半山巴這裡。真的半山巴是我一個很喜歡的地方，有空都會湊到一些不同的那些所謂的 hidden gem， 又有新的一間餐館，有新的檔口，有空我都會找到不同的東西，所以我都很喜歡在這裡湊東西吃。很棒哦，還有我是有叫一個咖喱排骨啦 ，OK， 試下佢嘅蝦面先，係咪？佢俾嘅料都係好足，佢唔係俾嗰啲蝦味，蝦味真係我成粒蝦俾你，我真係睇到冇，哇，都好正下佢蝦面，中意食蝦面嘅人可以過嚟試下，我覺得蝦面依温都係蝦面同阿三阿沙，真係好難得個味道係。有啲嘢係唔係咁樣講嘅喎？有時係咪？有時你喺檳城啊食阿三辣沙或者蝦面啊，你邊間食都爽喎，係一個配套嚟喎，即係檳城蝦面啦，檳城阿三辣沙喺 KL 唔係講唔得，真係爭啲，真係我覺得係個味道係好接近。嗯，正。因為你中意邊間？你邊個？阿三辣沙或者蝦面？阿三辣沙係咪？你幾點開啊？呢度？7:00開到。啊，開到2:00。OK， 可以啦。OK， 拜拜。大多數都係7:00。好，可以。OK， 假如你嚟有嚟到一間暗冥茶室啦，即係喺 Sober 咧後邊啫。所以你可以試下呢個阿三阿沙同蝦面都係唔錯嘅。OK， 繼續關注我昌少 Vlog 更加多嘅美食。拜拜。